树跟政大其实没有拉太远，这应该是他们这三天以来单节得分最高的。真的，对。好，哇哦，这个球给吴志凯暴扣，哇，他的原地起跳能力展现无疑啊！这段哦，不管领先或落后，这种。比较拉锯，或者是要第四节最后，其实你还是要勇敢的出手。对，哎，吴志凯盖到对方一锅，好的犯规。哇，志凯这个封阻非常到位啊，判断的时机点非常好。对，就是刚才镇压下去三分球，手感很好啊，手感非常好，所以政大在防守端要稍微注意一下，李佳兔他的。站位哦，23号的吴志，林宇杰三分外线，这个弹道稍微偏了一点，篮底下是吴志凯补进。现在变成吴志凯在后面控球，这一段政大在场上好像没有一个固定的控球后卫，哇，身体对抗之后，这个球庄朝胜投进。